情与爱，谁家里的兄弟都有一错再错的，还有一个不说死就不会死的，像玩飘逸的。嘿，盖了个雷峰塔，针对了白娘子，吓跑了许仙，拖垮了法海那个老和尚。世事如此，神机无常，就像一出戏。闲着没事给你叨叨叨叨，我的几个兄弟。你赶紧过来扶一把，扶一把，扶一把！真的假的呀？不是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扯淡了！你才扯淡呢！赶紧扶，不扶我急了！你不会是有诈吧？扶！你快点！你得答应我，你下来以后不再打我了，我才扶呢。答应不？我答应！赶紧！把武器交来！哎，快！不能走！哎呦，稍好一点！哎，你该干嘛去吧，下次再找你算账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没完了，我来是真心向你来赔罪的，给个面子啊。不行，我不跟他一起工作。哎，我把唐立秋交给你，就是为了让你稳住他，他将来能对公司做贡献，懂吗？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我要用他，汤博士能够提升公司的美誉度，能够扩大公司的业务，提升公司品牌，明白了吗？不懂。他能够给你接来大单 ，OK？ OK， 我要加薪。靠！猜到你就要加，没有加500，1000，爸，1500，妈一句加500。1000，算你今天脑子没残。我这见天跟你们绿茶婊斗智斗勇，我脑袋能残吗？我啊，还有啊，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俩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了？私事儿。啊，私事儿，那我不管啊。但公事儿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一，你要把他给我稳住。二，别让他占了你便宜，这也私事儿。那在您这什么是公事儿呢？这儿呢，公事儿，我正准备见客户呢，你这挡着我不让我去啊。哼，好。那个，我是有事儿来找你。真有事儿？啊，来说吧。你看，我和文叔啊，按着老爷子遗愿，在我们那个养护中心的对面开了一个无水洗车房。你扯不扯？无水怎么洗车呀？嘿嘿，先进就在这儿呢。你知道，哎，现在我开的那个洗车房多费水嘛。这无水洗车啊，它主要是用那个清洁剂和少量的水，哎，就可以洗车了。这样一来啊，成本你就下了一大块呢。哎，我和文叔就琢磨着，这个找个靠谱的人帮着经营，这想过来想过去。你啊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让我冲锋陷阵，你们在后边数钱，我不干。再说我不合适，我就是你们说的最不靠谱的人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都想过了，开洗车房没那么难。只要你认真对待，没有不靠谱的。不是你相信我？我相信你啊，那文叔也相信你。拉倒吧，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，我觉得你们是在忽悠我。
啊，我觉得这背后有什么阴谋。有什么阴谋啊？我们这是请你出山，怎么着？你还让我三顾茅庐不成啊？那我有什么好处？有啊，那首先吧，工资高。这么说啊，如果你好好干，干得好，不出两三年，那些债主债就都还清了。其次呢，你想，这养护中心是咱们三家合伙啊，你们家的股最大呀。你要是干得好，到年底，哎，你们家挣的钱是最多。那我再想想吧，反正这事要干，得当个事业干。对呀，只要你干得好，好好干，关键是啊，认真对待。那行，这个事儿就算你赔礼的一大部分了。嗯，文狗梅的事儿不能拉倒，另说。哎，怎么还没完了，又绕回来了？我说你蛋不疼了？哎，这块真不疼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别送了，别送了，你这下边还没好呢，你前两天有饭啊？不是，哎，对了，咱俩就是同命相连了。滚蛋吧！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别忘了啊。是是。这王金泉怎么还有脸上咱们家来？你不是说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吗？打了没有？人家怀里揣个金疙瘩来，我没舍得下手。这什么金疙瘩？哪儿？回头再说。我正要找你呢。啊，寻找魏九香的事，你是不是该出把力了？那肯定的，你尽管吩咐。屋里说。啊，多大？离我远点，别老跟着我。我来就为了跟着你。哎，咱干嘛去啊？见客户。你非要跟着我也行，不过我们两个要约法三章。你做得到，我们就是工作伙伴；做不到，你赶紧跟我滚蛋。请讲。第一，在公司里不能叫我小袁，只能叫我严小姐，懂吗？没问题，严小姐。第二，我是领导，你是员工，你不能跟我废话，更不能提我们俩以前的事情。我说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你得听我的话，明白吗？第三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得跟我保持距离，要两米以上。那坐电梯怎么办？膝盖这不行。行。算你聪明。三儿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，没有最傻的，只有更傻的。严小媛这不也没办法，让三儿跟着吗？或许人严小姐还是很享受呢。这种绿茶婊，谁知道呢？大哥，你的意思是我去单位开个介绍信，然后到民政科调魏九香的档案？没有介绍信啊，牛屁股他不让看。看什么牛屁股啊？不是牛屁股，牛屁股就是牛股长，坏事那个牛股长。啊，立夏，咱们家就你一个在公家，你说你不去谁去？是吧？不，大哥，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呢吗？你说没有的事儿，你让我去单位怎么盖那个章啊？不是老干科副科长吗？你这点权利应该有啊。权利有，但是这不是担责任呢吗？不是担点责任怎么了？男人担点责任怎么了？难怪周小满把你拿得死死的，你得有点出息好不好啊，李夏。李夏，哥但凡有点办法都不会求你。再说咱们这件事动机是好的吧？是尽孝心吧？魏老爷子找到魏九香，向他说声对不起。如果魏九香孤苦伶仃没人照顾他，我宁可养他的老，这可以上升到慈善了，你明白吗？是不是？是是是，对吧？你想不想吃大蛋糕？想不想分大蛋糕？再说240，想不想？那大哥行，那我可以去，但是得加点钱。是加钱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大蛋糕吗？这我跟小满那你得多加点钱吗？哎呀，好你个躺了一下，躺了一下呀，卑鄙，太卑鄙了。这是大家的事情，你给我提钱，你真掉钱眼里去了。不是大哥，哎呀，太让我寒心了。这事儿我是不是得找人家帮忙啊？那我是不是得请人家吃点饭、喝点酒、捏个足疗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而且我担那么大的责任，你怎么经济上得有点补偿啊？而且你别废话了，你说这你想再加多少？你这种事儿，你他怎么你也得10000啊？再降点。再降了，降了，太高了。不是，大哥，这种事儿你得看什么分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不就用老万科一个章开个介绍信吗？降点，不值这个数。这样，
8000行不行？这你能不能别那么磨叽好不好？我的亲弟弟啊，你再给个实价，下来，实价最低价。那这兄弟价5000，这不能再少了，这5000，成交。哥，这事儿你交给我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哥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写个什么东西，然后签上字？就是你放心，我也放心。是什么意思啊？区区5000块钱要给你签合同啊？不，你怕我还不了是吧？给不了你？不是，哥，就是什么呢？咱正规一点。不害怕，没事，这是违规，他也不是违法，对吧？没事。别紧张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违规，不是违法，对。镇定，越镇定越好。待会儿干什么？又不是去上班。进来。你牛屁股哈、啊？不是，是牛鼓掌是吧？你好，坐。哎，不是，我是那个天罡集团老干科的。老干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老干科，老干不累啊？习惯了，其实也挺累。老干科也叫科长啊？正是陛下，不是立下。什么事？说。那个，就我奉上级领导的指使，就来你这儿调一个人的档案。这儿有介绍信。蜀九乡，不是，魏九乡。魏九乡，昨天好像就有人来过找他，怎么都找他呢？是吗？啊，这挺巧的啊，巧。昨天那人跟你不一样啊，昨天那人什么证明材料都没有，而且是个刑满释放犯，让我查档案，你说我能告诉他？不能。等着啊。哎呀，稍等啊。哎呀，现在这人呢，你别看他衣冠楚楚，这心里边啊，指不定怀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。你干我们档案这行，可不敢掉以轻心。你说的没错，我要是你，我也不给他看。你一个刑满释放的，是不是？干什么什么都不灵，你哪知道他动什么歪脑筋，想什么坏主意呢？是不是？你看那个人长得呢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你看你啊，浓眉大眼，那人是尖嘴猴腮，贼眉鼠眼，就一看就不是好人，就那种特假，就那么好，就是个诈骗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你说，他就是一个骗子，大骗子。你没上他的当，那就算对了，说明你警惕性高，你幸运。不，我说这人你认识吗？啊，我说这人你认识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我就是什么呢？按照你的这个思路就发展推敲，逻辑思维就是我揣摩他那个人。你先别给我记了，你这介绍信上也没说找这个魏九乡，是什么事儿也没说呀？啊，是，对，就是那个专门针对这个事儿吧，就领导专门嘱咐过，就是不让说，不让说。那你们领导说没说过这魏九乡跟你们厂有什么关系没有？他可不是你们厂的人。
对啊，就是，好，说过，好像是说那个，就是，你别，她丈夫是我们集团工作的，对，她丈夫，你确定？这算是。这档案昨天我看过，你跟我说她到底有没有丈夫，结没结过婚？你跟我说。结了，没结，就反正她是算是吧，就好过。来这套是吧？可我们保安在这儿呢啊！你告诉我你们单位电话，我核实一下。干什么呀？核实，快说。电话就那个是8222。怎么这么多二？822这3333这。我先不上，我先走了。哎！你站住！抓住他！不能让他跑！快！当时的情形，大哥你是不知道啊！我跟你说，幸亏我跑得快，那牛屁股你别赶他跑，他跑得也快了。他带着那个保安一直追我，追得快到大门口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我抓你闪身，我藏起来，我观察他，我看他们没找着，我转身走了，然后我才敢跑出来开那车。我跟你说，惊心动魄，大哥！惊心个屁！你介绍信是真的，盖那个章也真的，你跑什么？大哥。那介绍信是我瞒着领导找人开的，那他真要打电话过来，这事儿就漏了。漏了至少一半也是真的吧？你心虚什么？那漏了那一半，他漏的那是我的饭碗没了，你让我喝西北风去了。你可真不是我亲弟弟啊，真事愣让你给办假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不给他电话号码嘛，他怎么核实？傻，不是大哥。骗术？那你是有天分，你在行，我这半路出家不行。哎呀，你说我怎么出你这么个弟弟？哎，你看清楚那个姓牛的把档案放在什么地方了吗？看清楚了，好像，到底看没看清楚？就在第二层最上面那格子里边。你想干什么，大哥？既然明的看不着，那只能来暗的了。退，老爷子，要说这汤叔可真有眼光，不愧是当过厂长。哎，你说这污水洗车可赚大钱了。当时劝你干这个时候，你还不信呢。是啊，不是，我是怕不要。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能不来吗？你今儿是新官上任，把你扶上马了，我还得送一程吧。这几天呢，我也到市场做了一下调查。我简单的给您们汇报一下，二位什么汇报啊？说，啊，咱那个洗车房哈，说老实话，地理位置不是太理想。要想招揽生意，我觉得必须到大街上做广告。哎，做广告可不行啊！文叔，这我得说一句，咱这是小本生意，哪花了那么多钱呢？放心，我说花钱了吗？我老汤嘛，混了几十年，确实没混出啥来，啥都不是，但就是混出个好人缘，咱有面儿。你放心，免费做广告。老汤，人我给你带来。哎，都来了，兄弟，欢迎。慢着，干嘛呢？要打架去啊？打什么架呀？他们都是来帮我的。这么汇报一下吧，想想到大街上发小广告啊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干的，具备几个条件：首先得人多，韩信点名，多多益善；其二，真心实意的为你卖力，要用最大的耐心把广告塞到客户手里，不能说卷不卷吧，趁你不注意扔垃圾桶了。第三。还得是闲人，招着能来，来着能战，战着能胜，干完了该干嘛干嘛去，还不谈任何条件。具备这三个条件的，只有我这些债主和这些工友们，对不对？对。咱们工人预备，唱。咱们工人有力量，嘿，咱们工人有力量，走。让老汤当经理，王金泉的脑子真是被驴踢了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老汤是烧起来了。可是姓王的没想到，老汤最终会给洗车房引来灭顶之灾啊！引火烧身说的就是这一段。伙食还可以吧？啊，嗯，能。那这你们吃你们的。六，来一下，我给你说个事儿。哎，别干了，快吃饭。好，吃饭。什么事儿？葛六，你说这些工友，咱们过去都是好兄弟，对吧？但这人当中是不是咱俩最亲啊？那是。你好好干啊！将来我肯定是养护中心的总经理，污水洗车房就交给你了，让你当经理。
这我能行吗？我说你行就行。那行，我下半辈子就给你混了，没问题。哎，正好，那个这两天帮我办个事儿呗。什么事？你说。帮我找几个可靠的人撑撑场子，打架。都这把岁数，懂什么拳头啊？就是那种助助威、造造势的。明白，明白。等我通知。去吧。正式一点是对招标单位的尊重，这叫你啊。投标书你带了吗？我们排几号？七号。小杨儿，你叫什么呢？严小姐。你呀，约法三章第三条，保持距离。严小姐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看，在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老是盯着别人看，也是一种不礼貌。我就喜欢看，你管得着吗？今天怎么来这么多男的？原来里面的主评审官是个女的。女的怎么了？你就一书呆子，跟你说不明白。跟我来。快点！我告诉你，进去之后你就只有一个任务，盯住那个女评审官。微笑。微笑。你是不是学表演的呀？走点心行吗？快点！眼睛里面如果再有点内容，再有点内容就 OK 了。什么内容啊？就像你平时看我那样。那不行，我平时看你是发自内心的，看他们是没那种感觉的。你把他想成我不就完了吗？那不行。想想，你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博士，你别告诉我你连想象都不知道。不是不是，这不走心啊，是没法演的。闭嘴，闭眼，拿来。嗯，哦，张嘴。哎哎，不是，拿这干嘛呀？这么近吗？想什么呢你？我要把你打造的跟世界名门没什么两样。看一下，基本 OK。扣子解开两个。啊，上面是啥？我让你去耍流氓了是吧？衬衫扣。就那边坐，谢谢。吴总，七号公司已经到了。
下面就由瑞士达公司做招标阐述。我们瑞士达文化装修公司这一次的文化提案是这样的。来，你最喜欢吃的凯撒沙拉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？陈述的时候，那个主审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你，那眼睛快掉肚子上了。这就是你要的效果吗？什么效果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就投标就投标吧，就谁有实力谁就上呗，没必要搞那么乌七八糟的事情。汤博士，您是去过英国留过洋的人，是个文化人，肯定没办法了解这商业运作里龌龊的事情。可是我没办法，我就吃这碗饭的，没法像你那么清高。我又没有针对你，你我哪儿惹着你了吗？你说呢？唐林秀，我问你，你到钱瑞公司到底干嘛？追你啊。我同意你追我了吗？这是个装修公司，整天要跟客户勾心斗角，跟民工讨价还价，你在这儿能干嘛？这是你待着地儿吗？你在这儿除了浪费时间就耽误自己，傻子都不会像你这么干。不是，你别骂人不吐骨头啊。这算轻的，受不了了是吧？听不下去了是吧？门在那儿呢，有多远走多远啊。小燕，我始终相信你，有一天你会让我做你男朋友的。拉倒吧你！你没看出来我都要烦死了吗？我还告诉你，这项目是我的，你整天跟着我也没用。就算将来成事儿了，回扣也没你的份儿。这钱瑞说的真没错，你现在脑子里只有钱。我冲的不是回扣，我冲的是你。我在乎的是钱。钱钱钱钱钱，在你脑子里就全是钱是吗？不是，咱俩在一起不要老是钱钱钱，行不行？就是离了钱你活不了了，离了钱这世界就毁灭了。我不知道你汤丽秀是怎么活的，我眼小人没钱就是活不了。莎士比亚不也说了吗？一颗好心顶上一吨黄金。他没说一吨，他提黄金了，黄金就是钱。你咋这么不可理喻呢？你才不可理喻呢，你跟那莎士比亚一样不可理喻，你们俩一样装。装什么装呀？你有什么可装的呀？在我这装清高，凭什么呀？你唐立秋，你没劲啊。有多远走多远。大哥，嗯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看看，我画的什么？猪大肠。什么猪大肠？还卤煮火烧呢？猪大肠，仔细看看，我画的路线图，像不像那个民政科的弄楼？仔细看看。哈哈哈！对对对对，我就说怎么看着眼熟的，这就是那条叫走廊。对呀，这不是那个消防梯吗？对对对，我直接从这儿进入嘛。嗯。大哥，你要偷啊？什么偷啊？你说话那么难听，偷看一眼不叫偷。哎呀，好长时间没画了，业务稍微有点生疏。大
强哥，你什么时候学的画地形图？这是够专业的呀！我在里边时候就开始画了，在大牢里边啊，三年，我练两年半，后来不放我出来了。你一直想越狱？你胡说什么？怎么话到你嘴里这么难听啊？我不是没越狱吗？想想不行，这不犯法的。来来，点我都踩好了。你看，咱不是从这消防通道进来吗？绕过锅炉房，然后直接进走廊，看。直接走，楼上是不是有监控？不知道，不管了，咱们呀就直奔档案室，拿到那个小档案，偷看一眼，就原封不动放回原处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不会被人发现的。大哥，你说的咱们是也包括我吗？那当然了，那不是你我唐江南三人负责魏九江的事吗？大哥，你让我负责点别的，这个事儿我真的干不了。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是个男人吗？我问你，咱妈的钱，你还想不想要了？放心，一切我都策划好了。咱们这次行动就叫煲汤行动，今晚就干。心还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有你爱。心还在，梦就在，只不过从头再来。呀，回来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单位又死人了？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这么不爱听？好听的、爱听的，去外边听去啊！不是要死人了，是要煲汤了。煲汤？就是煲汤行动。老汤让我今天晚上去民政局的档案科，就牛屁股那儿偷档案。啊！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！你也敢去干？现在老汤家所有男人里边，就我行。行个屁，行个屁！他傻样，他也刑满释放的。如果再抓进去，就是二进宫。你呢？一国家干部抓住什么都没了。是，我说我不去，他非要让我去。我跟他说去。不，媳妇儿，先别，先等。我给你分析一下，就是。如果不偷档案的话，魏九香就找不着。魏九香找不着，咱们就分不了大蛋糕。为了大蛋糕，老公，去一下。找着魏九香又怎样？按照他的分法，他和唐江就占了160万。这样分法，我们家还是吃着亏的吗？不，媳妇儿，我逼着老汤给咱们家加钱了。加钱了？5000。你傻呀你！5000块钱都把你给打发了，5000块钱你都替了就卖命了。不是媳妇儿，老汤那么抠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都是威逼利诱逼的。让他自己掏去，出了事儿他自己兜着。哎，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我还没想好。我先去做饭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要煲汤了。吃什么了？肚子疼，一直拉。你这懒驴上磨，一到关键时刻就拉稀。真的，大哥，真不行。刚从厕所出来，浑身不劲，我怕去了给你拖后腿。
现在，这是赶紧。这受了，他赶紧找个人家帮下。二货。喝这么多呀、啊？三儿，行，我不是小燕，我是大哥，我不是小燕。三儿，赶紧参加包藏行动啊！快跟我参加包藏行动！瞧你这点出的行。他娘啊，你赶紧来家一趟，我有急事儿，我用上你的车。这带的什么呀？要喝？怎么着？离家出走了？什么离家出走啊？去趟民政科。民政科？啊。人家这不还办公吗？他不办公，咱们才好办公嘛。家伙我都带了。你干嘛差点碰我了？疯了？不是老涛，你是在监狱没登够还是怎么着啊？敢偷了怎么？什么什么呀？我就是去看一眼，不拿档案。知法犯法。我就知道你们都是这副德行，胆小怕事，成不了大事。那行，那个我不求你了，你把我送到地方就行，好不好？我不连累你。哇，就送我一程还不行吗？还想不想分遗产了？我以为大家好啊。哎，老汤，算了吧，别干这傻事儿了。你这万一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这一辈子就在里边交代了。咒我是吧？你要怕连累，你先回去，没事儿。都是胆小鬼。到了啊！怎么把自己整得跟丐帮似的？不是把人认出来吗？我家我都准备好了，带家伙干什么？万一打起来了，用得上吗？谁让你们干仗了呀？啊！我进去就进去一小会儿，你们在这给我守着，有什么希望打个电话就完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把家伙扔了，别把盗窃整成抢劫了。哎，不是老大，就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偷的？不是偷，我就进去啊，看个东西，看完就完了，就没事了。进去了。这个老汤啊，
门呢？关铁门进去了。你们在这干嘛的？这不是你爸进去了，我跟你爸放风呢。哎，你爸进这破地方偷什么呢？在这看着，有事通知我们。有事你给我们打电话啊。看着看着。深情的呼唤，让我成为你的儿子。我来到世界的那刻，目光聚焦在你身上，你的每一句一动，我都会刻意模仿。你的每一次赞扬，我都会欣喜若狂。即使我们曾经彼此厌恶，你永远是我的全世界，我的父亲。即使我们曾经彼此憎恨，你永远是我的全世界，我的儿子。或许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来不及说声再见就已分离，我渺小卑微。